时间一到了，哎，吕先生好久不见，哎呦，宋先生好久不见，哎，张小姐来哦。这是真的在我们家发生，在部落上。我觉得那个时候有时候是环境的关系吧，因为在环那个时候年代，像这个民国五十年就是前面的这些，真的那个时候部落花东地区比较苦，所以妈妈们真的有时候你小孩子生下来，那爸爸又走掉了，有些那老兵走掉了，他只好改嫁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这也容易让我们变成多元化，原住民是最融合的，对不对？这次不管是绿的赢了300万票还是怎么样，大家还在那边争来争去。原住民有看过他出过什么声音吗？没有，随便都好。原住民很可爱，原住民什么都好，就是没有用。真的，哎，很可怜的。有时候常常讲说，哦，在部落里面，那个原住民讲话会气死你。叫他去应征工作，然后那你老板在讲你会什么？老板我什么都会哦，哇塞什么都会哦，对啊，那你什么学校毕业？没有啦，我也没有什么学校毕业，我就是台大历史，哇塞马上录用台大历史，有没有？结果第二天老板就发现不对劲，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？台大历史，你怎么什么？老板我什么都会，我只有两个不会哦。哪两个不会？我这个也不会，那个也不会。靠腰，你这叫他妈台大历史？我没有讲我台大历史哦，我是台大历史。那原住民的，尤其那种喝嗨的原住民的那种可爱程度。有一次我表哥带我，就在台11线花莲的海岸线开车，那突然看到一个照相机，然后底下旁边还蹲着警察，而且警察那边照相，而且还上面还照相机，速限，那条路上速限60，结果表哥开了70，大家知道开车人都知道速限它其实有10公里的，sorry，60你可以开到70。70，将近70，啪过去，结果那个警察就靠腰了，让表哥生气了，回去，哥不要了，照了就好，回去。然后呢，他又回头就啊，绕回去，然后看50，50一经过那边，就看到警察手又，怎样欺负我们原住民哦？60呢？刚刚70你照我就算了，你现在50呢？回去我说哎哥不要了啦，大哥不要，奇怪的呢，真的，平地人欺负我们山地人哦，过35，不到40过去，哇塞还照，哦哥生气，啪车子停路边下来，你干嘛？为什么？60我70你也照，50你也照，我现在开35你还照相呢？你不要生气了。哥哥，我是拍你没有带安全带，他妈照了3张，你不是神经病吗？3张都要罚的。所以有时候说原住民那种执着，就像我一个阿姨，厉害，其实不是我的阿姨了，就我跟大家讲，高慧君晓得吗？跟张学友唱那个你最珍贵那位，高慧君哦，他的阿姨。真的厉害，受日本教育，后来就是他的儿子是那个做警察的，原住民很多都是军警，军人就是特种部队，身材又好，就警察领的薪水比较多，然后就给他妈妈说，妈，那个存折我自己拿着，那个提款卡哦，你留着，然后呢我给你写密码，这样你以后要用钱你就去领钱就好了，到农会啊，这样去领。密码给你，密码不要让人家知道哦。好，知道，了解。妈妈厉害，这样好。一大早那个时候还没有24小时提款机，一大早早上他赶8点农会开门，邮局开门，那铁门拉起来，早上4点就已经在车山上等第一班公车。阿里山，我等到5点第一班公车来，这样咚咚晃到山下，8点到那邮局，嚓一开门，他就过去把那个钱就放进提款卡。第一个是什么？请输入密码。听懂了？我的儿子说不可以告诉别人。对那个机器讲，
请输入密码，我的儿子说不可以告诉别人，你听不懂啊？啪，推出来，伤脑筋，再插进去，请输入密码，然后就看到那个摄影机，我的儿子说，然后那个农会的那个办事员就出来了，看到那个摄影机，农会的办事员是山上的孩子，就过来，姨娜姨娜，妈妈妈妈，姨娜姨娜，你怎样？没有嘞。我要体检，他不给我，那他要问我密码。我的儿子说，你哥哥说不能告诉别人呢、啊，没有了，你只能告诉他，不要告诉我们。告诉他，你要按用按头用按啊，用按头，哇塞，那也看不太懂的啊啊，按完了，啪，就是快速提款，这边有一些钱，那这边是什么余额查询什么的。你说老人家受日本教育，他那看得清楚的，一下子看不懂。有看到刚刚他对你讲话那个年轻人就出来，还对他喊，那一定有用。5000块，我要5000块，啪又退出来。奇怪呢，为什么还不能领钱？啊，想到了，我们的政府很照顾原住民，放进去密码，请输入密码。对他喊，对他一看我年纪，知道我以前是受日本教育的，站后面。我生耶。年轻人又出来，你那你又怎样了呢？不让我领钱，我跟他讲，不是，你要按那个旁边哦啊，旁边看到了，1000元、2000元的，可是他哪看得懂那些到底里面有多少钱？反正他就看得懂元，然后那个国字啊，第五个就是5000块了，其实是1000、3000、5000、10000、20000，快速提款，他就啪第五个，5000块数那么久，厉害呢，啪一打开里面20000，拿起来。20000，他再跑进农会里面，还你15000，我只要5000块。真的，这是真人真事，高慧君的阿姨，你看到原住民。